当当事甚至不怕人呢。在克里斯的时间，一个充满了策略、能量探索而已。在失去孩子的悲痛被唤醒的人，却无法唤醒被绝望的灵魂。他回到屋内，又一次握着妻子的手，这场景见证着从前在医院的记忆重叠。两人一起到了心之所念的地方，盼望着这死并被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本身。有黑眼啊，所以还好不是华乐。哎呀，厉害！哦，好湿哦。我觉得人生总